们来看这个希克藏品的别传啦。你不可以克隆，但你可以买。张培丽的作品。哎，充电宝有线吗？无线的。能充？有线吗 ？Type C。有到线吗？有啊。哦，那等一下。正好可以用充电。那我就慢慢拍了，这样我可以细拍一点。没电了。现在没电了。哇，这个好看多了，你不觉得吗？
张小刚。Andy Warhol 的盒子，岳敏君的作品。文字哎，手，不同状态的手拿着肉的照片。
转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随波逐流，胡向前的作品。走这边。
束喽。一些其他的展。